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啊，那么我们继续哎、呃、学习精神修行的重点啊，也就是呃前行的法门。那么。 潜心法门啊，我们要做精神修行的重点关键呢。我想进一步讲讲中点，细化落实啊，这个非常关键。也就是说，我们了解了啊，潜心是一生修行的重点，它囊括了一切真道前的准备，也是设计了先民课程教法的首要。 而且呢，是我们道上真正的指南，之后呢，我们就应该安心长期在潜心发药上面就绪。而且呢，大家需要明白，在终点当中呢，又要分出各阶段的重点。那么这样呢，有条无紊的进行，才进一步具体的保露终点的细节。 因为啊，我们的这个心呢，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哎、呃，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所以呢，要经过很多的思威、抉择、观察和在心上摆正，一次又一次的去除种种颠倒性，最终呢，才能够达到跟无上光明大圆满相应的位置。 那么像这样，要了解奋起中点的情况，从而呢把自己的心完全定下来，把一生的进程分成若干片段，比如说用三年来修前心，呃，这是呃我们第一个阶段的修辞，啊、呃，这是我们呃第一阶段的修辞，三年后呢修第二遍，呃，又来一个三年的修辞。 所以呢，每个人心里就要想：我这一辈子要一直修下去，没修彻底，就还要修；即使修成就了，潜心还是我日日不可缺少的功课，一直伴随到自己啊、呃、此生的最后。那么像这样，我们的心就安下来了。那么在第一个三年里面，我们啊、呃、期望能得到初步的一个成就。 啊，在呃第二个三年里面呢，我们希望呢能得到更多的呃真正的进步。所以呢，在第一个三年里面呢，呃，计划啊不必定太高啊太高，应该呢很现实。为什么呢？知道由于内因外院各方面的条件，以及很多的干扰因素，还有这个意愿的牵引。 那么这上面呢会出现很多的变故、冲突，或者呢资金上的不调顺等等。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从更加要报这个设计，哎、呃，就是说我们应该可怜可怜自己。哎，譬如以三年来说，哎、呃，这就不会有太多的时间。那么一种杂乱的学法态度肯定是不行的，它会使得效率。 减少很多很多倍，或者呢，几乎沦为无效的，啊，这是有一点点听闻的功德，这还是如理如法听闻才会有相应的功德。哎、呃，假是在这个法场里散乱啊，去邪见呐、啊，肆意妄为等等等等，那还会造一大堆的罪业。所以呢，就是每一个人都应当仔仔细细的视为自己未来的。 修行道路，从这个三念来讲，还是要把它分成十三个阶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圆满前行呢有啊十三个组成部分啊，也就是说从下南啊、呃、无常，然后呢就是啊这个夜因果，还有就是这个轮回的过患，再加上这个一支三支师啊解脱。 利益，哎，这一块呢有这个外前行呢讲了六个部分，然后不共内前行当中呢，啊，就是从呃皈依来自于上师瑜伽五个部分，再加上这个呃断法，还有这个王生法，那么有啊内前行当中啊七个啊部分，那么前面六个，后面哎七个。 总结起来，大家就清楚，大圆满融进去的前行的有呃十三个啊、呃、组成部分，而且呢，每一段里面有它的终点。比如说修下门，呃，就一定要发起取心药的欲，了解了这个人生呢、啊，这么珍贵，这么难得，如今的条件又这么圆满，我本人一定要用来它来摄取心药。 我本人呢，一定要用它来摄取真实的信仰，也就是说、啊，尽量用我这个人生来设置真实义啊、呃，或者对后世对于这个解脱成佛有利益的事情。那么这样发心以后呢，就要下决心断绝一切荒废时间的行为，就像这样，一定要达到一定的量。 啊、呃，这个就是从下面这一块来讲，哎、呃，在这个可以说学修下面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或者呢，修这个无常，要根据啊，世间一切一切的事没有意义，只有佛陀真法学修才有利益，而且这个死是随时要讲明的，今天有可能是，因此呢，发界唯一修是真法。 决定当下就秀的这样的一个决心，那么像这样，一定要出现内在心上的一个转化，这样才有了实质性的一个进展。比如外迁性的前四个部分就叫做是推补心法，咱们自己的话就是啊、呃、是不推心法啊，咱们叫 lord dog or n u m u 秀啊，那么这样的话外迁性的。 啊，四、呃、个部分叫做啊、呃、是退步心法，啊、呃、是退步心法，啊、呃、就是说我们过去在现实发生，非常热衷，心里想，口里贪，不断不断的追求，现在呢要把这个心全部退下来，哎、呃，其中这个前两个。 是要把对于先世的当作全部退下来，而后两个就是要把追求来世事件的心全部退下来，退得一干二净。哎，这是他的要求。那么这样就很清楚了。譬如在一年里面修前四个外迁心，要达到的修量就是退掉对于世间轮回的一切的心。 不管是对于这个今世还是来世，啊、呃，对于呃一切事件的心，全部都要就是断掉啊、呃。对于这个今生来世，啊、呃，世间的一切线全部退掉。意思就是说，你本人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勇气，要想到我本人，呃，以呃，这年修后肯定瓦解从前的机制。 瓦解掉过去的心态和行为，会换一个人。哎，你本人必须得接受这个。首先要知道，修行就是风吹，哎过去的一个自己。哎，首先要知道，修行就是呢粉碎过去的啊这个自己。那么这样就有了正确的目标了。啊，当然这是个举例说明、啊，实际情况会有变化。譬如前六个月修前两个呃推心法。 我们的这个目标定得很准，就是要退掉对先实的胆怯。那么你的一切的信念呢，就全部放在这上面，不能移动。如果移动了，效果不大，甚至呢效果特别低。呃，再下子来讲，效果就没有了，起了反面的这种这个作用。所以呢，就是你的一切的信念。 就全部放在这上面，不能移动。移动了呢，效果不大，效果特别低，甚至就是反面的效果。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前心方面我们着重从文思修进入。我给你们串了什么，你们就文思修连贯进行。哎，譬如前半年的目标就是退掉对于生的弹奏。 那么这个里面呢，有它的主体，有它的辅助部分啊。那么主体啊，就是两个推心法，也就是呃厦门和武昌的啊这个练修法门啊，这个就是主体啊，没有别的啊，主体就是两个推心法，而他若干的一些自分的辅助的部分。 那肯定要就来变的，或者说具体的、详细的，或者是每个支分上需要去下功夫。所以大家需要明白，主题就是两个推心法，它又有若干的环节。哎，比如这个修下门有啊十个环节，修这个无常呢有七个环节，那么这样就有十一个环节，每个这个环节都分配一定的时间。 都分配一定的时间，而每个环节的时间呢，又要分配成文、刺、秀三个阶段，也就是书先、如发的方式。听我讲，知道这个法本上的法医以及这个加鲁尼哥注释教授的神深圣深的意义，必须把这些听懂。这样子大家清楚啊，这要。 这样子要出一个真正的问会的话，那他就是要如法的听，而且呢，就是要可靠的东西一个一个要串出来，要传讲。呃，所以也就是说，首先我本人做传讲，然后知道法本上的法义以及加日尼哥注释教授的深深的奥秘的要义，非常重要的，非常殊胜的，全都是那扣受因道的这样深深意。所以呢，必须把这些听懂。 这就要看书听闻，哎，这些呢属于升起温慧的阶段。那么有了温慧以后呢，就要相应的专成思慧啊。这个时候呢，你要自己下来后呢，不能这个这样就过去了。这个时候你要自己下来，要思维，要抉择啊。譬如这个下慢，前下是什么？圆满是什么？八下什么？每个的含义是什么？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我本人身上有没有呢？还有下面从阴门、过门、玉门，为什么说它特别难得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方面都要通过自己觉着、自己如理的思维，断定它的含义。这样呢，你本人会明确修得所缘以及要达到的心理的状态。那么就连一个下呢？ 做功夫的时间都要花很多很多，真正修好它，一个一个细节都要过关，而且是一次性纹是修连欢而做的，呃，不是光坐在那儿听一听，一点思维、一点修行都没有，这样是不行的，完全不符合修法的要求。但是呢，基于我们低着步，呃，七步完，再加上。 内外因缘非常欠缺，必须把握当前阶段的重点，以及怎么在这上面有条不紊的进行。每一个大部分里面，也都是呢，首先温再思维，再休息，啊，当然，首先就是普贤上师口授，从上到下讲下来。 每一个地方都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之后呢，要了解前行备忘录里面知识的修行方法，怎么切入实修当中。而且这两个实际就是在讲金面琅巴诸师的引导，就是在讲金面琅巴诸师的引导。那么像这样完成一个，再进入下一个。 而且呢，要补充它的辅助质量，要补充它的辅助质量。譬如多区呃，实为房上师所造的，此是先相言欢歌，着力破除对此事的单作那么这个呢，属于它相关的法类。或者呢，学习房上师所造的无常道歌，它也是同样的法类。那么总而言之，在这一个阶段。 只砍相关的树，不砍别的。心理分散没有作用，它不会成为修行上的进展，只不过听了一大堆而已。如果经过前两个秀字，现实的心完全退掉了，一般人对现实法没有什么热情，感觉它毫无意义。唯一有热情的，就是投入真法的秀字。 那么这样心就转变了。过去以先发为主，现在是以来世为主。这样呢，你就达成了修量。而且大家需要明白，修量呢也有上中下各种瓶级。那么圆满的修量是非常彻底的，这个心上完全转变的，也就是说。 他心上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哎，并不是修学佛法没有变化，这个人已经变了很多很多，别人也会看到。他对于现实法没有兴趣，不想在这个现实法里面寻求什么事业啊、名位啊、营造什么气氛呐、啊、娱乐啊，或者呢搞什么护亲护怨等等等等，他也不可能再去看电视、上网、看小说。 聊天等等等等，为什么呢？因为他感觉这些毫无意义，智慧生厌烦性，而不是还有一种热情，还有很多妄想。他一想到这些就发厌的心，非常严厉。他的心会一直圆在蒸发上面，一起这个心，他就要就此，他一心圆正法，这样子的话呢，还是有了。 高当派所谓的心与发发与拼拼与实实与言的部分内容呢？如果没有这样的修量，那起码对现实法是很淡的，跟过去的心态有很多不同，这才是修法的事效。否则啊，学了很多年，自己心里一点没有变动，那就入了歧途。 这是学知识，一六一时，一路驰骋，而且呢，伴随着各种自我的假象，想得到名，想得到利，想得到公绩，或者呢，想赤诚，我的技能、现实自我等等等等，完全属于虚萃完全属于虚脆。所以呢，我们每个人要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在道上前进。 如果六个也就是说白年，取得了一定的专心的效果，我们每个人就可以进行下一论的修行。他要去掉对于来世事件的妄想，大家需要明白，这是更大的一种转换。这个时候人物更重，要思维酷谛，要思维业过，哎，这都是非常重大的课题。所以呢。 我们要承认自己在这上面是一穷二白的，而只有这样客观的正确认识，我们每个人才会真真实实的用功。知道自己不行，所以呢，赶紧努力；知道自己很无知，所以呢，尽量去了解轮回、了解业果。这上面有很多很多的鞋子啊，所以呢，很用功的。 很利利的建立起库地和依过的观念。那么，除了前心本身所讲到的要点以及精要性的提示和引导修行的方法，还要辅以大量的阅读、听闻、思维等等。所以呢，外前性的头两步一定要配现金金和正法年租金，否则啊。 打不开局面的，哎，打不开局面的。那么再者呢，还要配各种善苦、霸苦乃至十二元起子等等的教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每个人会真实的认识轮回，全面的认识生生轮回的面目。当看清生生轮回里里外外，从始至终，无论哪一种道，哪个阶段。 哪一种的受用，全部都是苦的真心。这个时候就开始对人会彻底失望了，啊，感觉这就是一个大苦海。然后呢，你本人对于来世希求的心也会全部退掉。同时呢，大家要知道，这上面要画的功夫更大，难度更大。但是呢，我们如果前面修好了，后面就能够。 更顺利的去入，那么这样衡量事件的话，你就没有时间去干别的了，必须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跟进。如果随便预约我给定的规律、制定的程序，那纯粹是玩耍而已。你不是一个学修法的人，只是来凑热闹的。 但是呢，凑热闹不可能长久，不过就是一丝兵线很快就没了，之后就另找门路了。啊，就像这样，我们要知道，这的确是万里长征，要一步一步的前进，要非常稳重，非常专一，非常集中。这样子的话呢，我们。 第二阶段的目标非常明确，哎，就是要退掉对世间的一切的欲望，要做的就是竭力消灭掉对世间的难做性。那么，为了达成它，你本人要像个战士，每天操练，每个阶段文、文思修连环相扣来进行。比如说，薛苦。 苦，呃，就要研究三苦，因为这个三苦啊，毕竟就是三根本，呃，苦上面在这个阐述，所以呢，研究这个三苦。那么三苦方面呢，首先要问，问了以后呢，你才了解三苦是什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的内容听得懂，有的就听不懂，尤其是坏苦和新苦。 那么辛苦方面呢？很多人学了十年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如果一时没懂，也不要这个没有勇气，不要这个气馁啊，不要没有勇气啊。为什么？因为啊，学佛法是长期的事情，不要这个寄望一次性全部懂，也不要因为有些地方不懂就彻底放弃。说实在。 我们二十多年都是这样学过来的，只要一直咬着不放，这次不懂，下次再来，逐渐逐渐就会懂了。哎、呃，不是说不懂就不去学，要求发散，讲的东西一定要通俗易懂，也不是这样子，否则呢，佛法完全都成了初学者就能够听得懂的一个事情了。 这样子就没有呢，愿界如来真实义的发愿，也没有无上甚深微妙法七个字。了。他为什么叫甚深？真身就是超出常识，不容易懂的。哎，当然我们把它解释的很清楚，让大家很容易懂。哎，这是应当做的。但是呢，真法本身的内涵的确一是难以懂得。 虽然一开始塑身或者难以接收、难以进入，呃，这些方面直接要通过气缘等等，逐渐逐渐来进入。但是可以说啊，经过努力，总有一天会懂的。那么就像这样，知道后面前行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就要付出努力。原则上必须遵循文思秀的轨道，遵循修信的法则，才会有真正的进展。 啊，不管怎样，如果我们能够遵循缘起去做，那一定会有一份收获。如果任意的跨越缘起，自以为是的幻想，或者呢，自创一套，自搞一套，那绝对不会得真实的结果，啊，只不过习耍而已。 那么这样大家就知道哦，原来后面两个前行也要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啊，每个地方都要很多很多的充实。大家也清楚啊，我们不是从小学佛法，像我们这些西藏人都是呢，十多年学教以后再进入修行。他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所以呢，修的时候就很快了，可以一步到位。 而我们连文事的很多方面都不居注，这样子的话呢，就要更稳重的进行，一步一步的进行，而且呢要有长远的心，一次不兴，下次再来。但是呢，这次机会肯定要把握，否则你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再碰到这样的机缘。那么了解轮回，纯粹就是苦。 完全就是充满苦的轮回的本面，轮回的本质，轮回的自信，纯粹就是三苦的一个自信，但是了解轮回纯粹是苦，这就不容易。三苦八苦、六道诸苦等等。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一步一步的、仔仔细细的、认认真真的、非常用心的。 而且呢，就是为了这个修心，必须要踏踏实实学好，完全产生定界，这个是我们这个学法的目的。然后在这个定界上去穿心，再次修行啊，才能修得出一个佛法修行的这个用的，是这样子。所以呢，你了解轮回苦就不容易了，因为这个三苦、八苦、六道诸苦等等都需要了解。 那么，按照我们文饰的经验来看，要花好多功夫，每个地方都要思维很多很多遍。但是呢，只要文饰上能够断定他的发音，那么自身的信心就起来了。以后呢，不会设计这个发，医生都会在这上面历历的寻求，有一点就想在自己心上多维一点，多学一点。 那么这样呢，就会逐渐看清楚其广阔轮回范围里面的正相，轮回的愿力，轮回的这种愿力，轮回的这种本性等等。那么这个时候自己心里会断定之后，真正无为的处理心就出来了，对来世的事情不抱任何想法，哎，对来世的事情也不抱任何的想法，所以全部卸掉了。 那么看到整个轮回库以后，就会整整寻求处理。这个时候再去研究造成生死轮回的是什么原因，那么这个就要转到它的因业因果上啊去思维。那么这同样是非常不容易搞清楚的地方。大家不要以为会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算是了解业果。 没有广泛的观察，一点一滴的看清楚是很难升起升起性的。只有知道一项一项的因是什么心智，它造成什么过报，再加上大量的文字、现于经、政法年住经等等，才可能真正在自己的心里建立一个因果的观念。哎，只有知道一项一项的因是什么一个心智。 它造成什么样的过曝，再加上大量的如发的、如立的文、纹丝纤衣经呢？还有这个蒸发年初金啊、白衣金啊等等等等，才可能真正在自己的心里面建立一个接因果的观念。那么有了这个观念以后呢，你本人才可能战战兢兢、入履薄冰的护持自己的身心。 我们现在的身心状态离修法的要求有多远呢？说实在，的确，如天地间的距离还远。你越观察，会发现越遥远。啊，就像顾大的所说，在山坡上放一个毛线圈，越往下溜得越远。哎，也就是说，你越去观察的时候，越发现距离越远了。我们现在。 没有对业过的深解性，所以呢，我们的行为上表现的非常狂妄，肆意妄为的，特别于此幼稚，因火自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本人不害怕，啊，不知道，也不相信这个里面有因果，是这样的。因为你不害怕，啊，不知道，也。 不相信这里面有因果的存在，所以呢，才敢乱下结论，才敢乱做，而且做的时候呢，特别胆大，无所谓的，啊，这是一种天性的业国欲的状况，啊，确实这样来需要理解，是这样一种天性的业国欲的状况，这是最出众的无名烦恼。如果没有因果的教育，基本连山区也包不住了。 说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第二个阶段的人物更艰巨，起码要用半年以上的时间，在这个上面大量的思维、大量的观察、抉择，不要吃快餐，不要习惯吃快餐，不要去吃这个快餐。二是呢，要一点一点在自己的内心上引出来，这才算数。我们过去训的全都是不无因果的邪论。 想到的只是现实，认为现实有各种好东西，我要去追求，自己心里充满了轮回的欲望。那这些怎么可能一下子消除呢？那么再想想，过去三十年积累起来的顽固的恶习、各种邪道观念，哪里能一下子清除呢？并且呢，过去在世间接受的教育非常无效，七十年。 连一句全善的话也听不进去，一点点心善的倾向也没有。这就发现改的难度相当的大。老师啊，父母磨破了嘴皮，正面的宣传说了不少，可是人性的恶心仍然十分顽固。最初是根本听不进去的，后面呢稍微听进一点，但是还是恶心难改。 根本不做自我鉴定，甚至呢自我批评都不会的。就像这样一个顽固恶性的人呐、啊，有什么容易马上就变化、修行一下子就上去呢？就像这样一个顽固恶性的人，有那么容易改变吗？那么这样看来，首先一定要通过因果的禁颠，看到整个轮回，包括善恶区，非常可怕。 哎，首先一定要自己心里啊，痛过这个可以说就是因果的经典，准确看到整个人会可怕，尤其是善恶剧非常非常可怕，知道造一点点业就要干那么大的过报，哎，这就一定要配合《政法念珠经》来学习，所以呢。 明年啊、呃，我讲的课当中啊，我就想安排讲一个《政法年足经》当中的三合区啊、呃、部分为主的啊、呃、这个法语所以明年的教学中间呢，要加上啊《增法年足经》的学习。这这个里面讲的时候呢，佛非常慈悲，非常详细，而且呢讲的方式很善巧，一个业，然后照下来后，他的果报什么样，把业和果。 或者说因和果两个对照一一起讲下去，比如说原三报原这个身中的财产原这个法宝，原这个佛宝，造下了这样的罪，那么这个就是什么样的耶？然后这个的国报全都是呢下无间地狱的，这样下无间地狱的这样的一个国报是原三报造下的这个罪业，这两个因和果互相配合，或者说对照，或者说一个一个来这个可以说就是给我们做一个具体的。 阐述，然后让我们知道，哦，这样的锅是从这个因来的，造下这个因没有这个残灰得以清净，或者造这个业，让我们就明白，必定将来就是要干的那样的这个悲惨的苦果啊，等等，讲的非常具体，所以呢，就是明年啊、呃、教学终点上面呢，我想加一个啊、呃，就是增发年租金，啊、呃，善恶去苦为主 因为这里面讲了善恶趣的哭也讲了他的因在人间造的业，那么等于是业因果两个方面，佛一起这个可以说，呃配合的方式啊，或者就是说结合的方式啊，或者是啊、呃、对照啊这个每个过的因啊这一块儿啊，就是每个过啊对照每个自己的因啊，这样因啊造下来的话呢，它同类的相应的过报是什么，讲的非常详细。 非常这个圆满，所以呢，藏典、韩典过去的意识门、智则门非常辛苦。再多的啊、呃，七十卷的这个啊《增、呃、年租金，经》在这个藏文上、韩文上，都过去的大德们下了一定的功夫，花了很多心血翻译出来。今天看的人没人看，讲的人没人讲。那么当年佛就是为了我们讲的，所以呢，必须要学习这些特别珍贵、学十卷的一百个书都代替不了。 正法念珠经》当中，经经讲啊，这个夜莺过的这个啊法义是这样子，所以呢需要这个啊假，但是假的时间呢啊没有别的时间，只能这个可以说就是针对啊出家人啊，就是围住啊，造成这个，比如说啊十秒啊有时间九点半到十点半左右啊这样啊一个时间讲，然后呢就是。 呃，上班住呢，啊，在中午啊，或者是晚上啊，单独时间啊，再来这个网上下载这个，可以说就是声音文件啊，去听啊，是这样子。所以这样讲的话呢，肯定就是效果比较好，做这些啊，是这样、啊。那么这样子的话，明年这个教学中间要加上这个增发年租金的学习，所以呢，呃，希望你们要百倍的努力，才可能呃取得一步实质性的进展。 偷偷说空话，只是糊弄自己，不会有别的效果，不会有别的一个啊结果啊是这样子。啊，说实在，我和你们是差不多的人。既然我要花很多很多时间，那你们肯定要花很多时间来学习。再加上我们自己很清楚，我们不是佛菩萨再来的，啊，怎么可能不刻苦努力？ 平白无故就冒出来修行的一个成果呢？要这样意识到前面的路程很长，包括这个可以说就是四个共同外前行当中后面的啊，这个可以说就是呃库地和呃叶果法呢。 这个可以说就是枯地的观念和业果的观念，不是那么想象那么简单就可以啊。这个可以说修得成，或者说这个修心啊，能够啊成果，绝对不是这么想象那么简单。说啊空话也不起作用。然后呢，就是从别的一个方式、一个途径来想得到一个修行的结果，绝对不可能。哎、呃，除非就是你是再来人。 那我们自己都各个方面感觉医院不错，遇到法王又从小开始学，而且在一个道场就不断不断的啊，学了十五年，日日夜夜一年四季都是纹丝绣的人，但是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才通达，才有定界，才能绣得上的。那么我想你们也差不多吧，你们也啊，就是跟我是差不多的人。那既然我们这么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学的话，我想你们肯定也要花很多时间。 那这个道理我刚刚前面讲了一个呢，我们不是佛菩萨再来，呃，怎么可能刻苦努力、平白无故就冒出来一种修行的成果呢？所以呢，大家要这样意识到前面的路很长很长。那么像这样中向上有这个十三步类的话，中向上呢有这个十三个。 屋内的发，每一个发又有多个环节，啊，这是中向东殿的细化。那么横向上来讲，每个环节都要落实文饰修缮者，这里面也要有重点突破，要有重点的突破，这样纵横交错就形成了整个。 往的终点细分度，那么这样列出承办他的因缘条件，就能做得心中有数，知道该怎么努力。无论是教是学是修，都不会盲目的。那么由于个人的程度不同，也会发生不同的情况，而不是说每一个终点都能突破，或者呢每一个人意志。 就能够达成。然而呢，作为长远的规划来看，应该大体这样了解。随着个人的更新易乐学法的程度等等，又有各种差别。像这样，我们应当有重点细化上的落实。所以呢，我今天就是说啊，精神修行的终点抓住了，抓住了以后呢，哦，这个终点问题啊，必须细化落实。 计划的落实，这非常关键。那么在落实的过程当中，接下来我就讲事倍高效的一个方法，要讲一个事倍高,、啊、高效的一个方法啊，四倍高效的一个方法啊，就是说，接着要谈的主题就是事倍高效法。那么所谓的这个高效，不是指我们比从前的人能够四倍的优越，哎、呃，不是这样讲的。 二是说，相对于过去低效的程度，应当呢提出增长十倍效率的方法。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应当很客观的认识当前的状况。那么，由于这个自身的条件以及缺乏的因缘，还有舒适的三根，包括这个环境的障缘等等等等，看起来啊，我们是很差劲的。也因此呢，不要浮想的太高太高。 那么，基于普通人的情况，扎扎实实的在这个道上走，正确自身有一些进步，也期望有长久的努力能不费此生。所以呢，我们只能首先这样讲，探的太高太高，无法实现，就成了失望的一个因素啊。那么。 讲到这个是非高效法啊，让我想起啊《阴符经》里面的一句名言啊，就说到：故者善听，聋者善视，绝礼一元，用是十倍；善翻昼夜，用是万倍。呃、啊，这就是讲最高效的一个方法啊，就是说这个盲人耳根特别敏锐，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 没有分散在设法上面，所以呢，声音听得非常清晰。同样，这个龙字的眼光很锐利，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没有分散在声音上面。那么，所以这个绝力一院用是十倍，也就是说，把力量集中在一个根源上面，绝对确实有效的去用功，那么效率就会比过去提高十倍。 能够散翻昼夜，进行不断的面面用功，那么这个效率就会提高一万倍，哎，提高一万倍。也就是说，针对一个主体，不断不断的用功，譬如常常人，选取明心见性作为成道的关键，所以呢，他所有的活力啊，都集中在这一点上面。 同样，金土人求生西方净土，也是一心阿弥陀佛，力求此生得佛摄置顿时等到不退转地。大家需要明白，这都是采取一门深入、集中要害的方式来行道的。那么，同样我们修潜心，也要这样重点突出、专心致志，集中起来，坚持下来。 坚持下去，就会比过去提高很多很多倍。我们暂定为十倍。那么这个十倍的提高是需要每一个人在自身上努力做到，而不是喊口号的。如果你不能相应的做改善，不用说十倍，就连一倍也不能提高，只能是退步。 那这样我们就明白啊，可以说就是在这个寒地啊，禅参人他选取是民心,心、真心作为一个成道的关键，所以呢，他所有的精力、获利全部都集中在这一点上面。然后呢，就是刚前面说的修净土法门，求生这个西方净土人，也是一心阿弥陀佛、啊。 他力求此生得阿弥陀佛的设置，顿时来就到极了，登到不退转地，一身成佛。都是采取这样这个一门深入、击中要害的方式来引导的。所以呢，我们修前贤也是必须这样，重点突出，专心致志，集中起来尽力，而且呢，不失啊一个热情，一个这个可以说就是激动的状态，或者说口头上怎么怎么样。 根本不是拉出很多不同的新的花样来搞什么，而应该就是把这样注视阴道的这个教授文世秀的方式坚持下来，这样就是比以前呢提高很多倍。那么我们暂时定为这个十倍，但这个十倍需要真正这个可以说就是提高的话呢，那必须大家又要知道正面包括六字诀，反面要。 原理六字为凭，那么所谓这个六字诀，六字诀啊，就是专、清、健、修、广、慎这六个。那么翻面的六字，那就是三、蓝、软、短、下、浅。 我们要一一认识到“正反”六个字的含义，而且呢，要在自身上努力实现，这样才能够达到效率，否则仍然就是过去低效的、无效的，甚至呢，反面效果的一个情况。这一点要引起大家足够的一个关注。那么，下面我把这个正面、反面。 六字的含义讲一下，这样大家就心里更有数了，更清楚了，更明白了。必须按照这样，所以大家最后呢会引起一种足够的一种这个重视啊，是这样子的。那么首先从这个呃正面讲六字句的含义啊，六字句的含义。那么这个第一个呢就是专，专呢总的说就是专一的修迁徙 不散在其他地方。那么细分上来说，就是专业的修，呃，大人们潜心十三个部类的法，再细的说，就是十三个部类里面每个部类要求修法的项目上面。那么再细一点，就是每一次抓一个重点。 哎，每一次抓一个重点，那么这样呢，自己的心思不复山在别的地方，这样的话呢，自己的心思啊，呃，不敷山在别的地方就会越来越敏锐，越来越敏锐，而且呢，有击破的一种力量，哎，击破的力量，也就是第一个转的含义。那么第二呢，就是轻轻是指用功，非常的勤奋、勤快、勤作。 这样的一个意思，也就是说，对着这个方面不断不断的去温、去阅读，爱呢不断的在思维上就是不断的圆这个方面，多多的想，人人多多的讨论。还有就是穿西这个项目的时候呢，是事拜子前次的去做，这个叫做轻，非常的这个轻快轻做，非常勤奋的。 不断的听闻，不断的阅读，不断的思维想，不断的讨论，不断的去这个串习，包括这个识字、白字乃至千千万万字，这样去这个可以说就是做这个叫做清。那么用功很精进了以后呢，自身就开始变得熟练掌握，而且呢熟能生巧，而逐渐他就化成。 我们自己心里的东西了，变成性的系统了，变成性的运作了，聚心动念都是这样的方式，事事处处都是佛法了。那么这一切全部要靠亲自来这个完成，只有亲才能达到量。那么同样，第三个就是坚啊，就是指啊，由于这任重道远是。 一一条非常这个远的、长远的，这样非常漫长的一个道路吧，就是坚，就是意思说、啊，由于这任重道远，是一条非常长的路，要一步一步的前进。所以呢，在这个期间呢，自愿不改变，任何损你进院都没有办法夺走，有一个很坚固的心，谁都没有办法夺。 什么样的电视、电影、小说等等都没有办法躲，各种事件的邪有啊、邪团没有办法躲，各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别人的说法看法没有办法躲，呃，各种这个玄人言目的活动没办法躲，各种相似的东西没有办法躲，等等等等，哎，各种这个相似的东西啊没有办法躲，等等，他的心呢不会转到别的地方。 也就是自愿坚固，建的含义就是这样。由此呢，他本人呢能一,信一信心一意的行道，排除万难，任何事、任何处都会把握前行的修法。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就要用剑的力量来护持，别的办法是没有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救，呃，是说修法越久越好。 越闹越好的，而不是呃，只想修一个月、三个月，根本不做这种打算。而是呢，尽一生的心力来修，这样就走的非常稳啊，非常稳。这个人呢，的确是常年如一日的进修，这样子的话，他的心以前心的发，一到拼，一到死，在任何处都要修。 长久的修，甚至啊百年如一日不变性的修，那就非常非常好。这个就是旧的含义。那么第五个呢，就是广广呢，由于前性是大的原则性，每个地方都需要我们突破，而且呢，它有很多很多要诀。那么这上面呢，要扩大化的来修。 就是说，谈到这个下门，它不是简略化的一个东西，光是提心就有三十四条。所谓的这个八下十门呢，八中咒身愿无暇，八中断中心无下。那么对于这三十四条，方方面面都去观察，这就是广啊。单单这个可以说就是谈到下面，它的这种这个原则就比较广。 这个叫做广，这才知道什么是下难。那么再说难的商，上也是从因、从淤、从教验方方面面去体会，或者说下难易大，这个呢，在先前的正上生和究竟的决定生方面具有何等的大义？如此等等，这个叫做广。然而呢，他。 受舍起来却是一个药句，一句心里话，一个药店，这个叫做第六的身，哎，这个叫做第六的肾，那这是从这个下面上讲的这个光和肾的含义。又譬如啊，修这个无常，这上面我们去讲一下光和肾的含义。那么按照本法的要求呢，从这个气世界一直到油清世界，包括这个出世的。 神仙世界的尊王，拜代历史啊，今、呃、天人类的啊、呃，这个世纪变化，还有这个自身的这个寿命状况，或者呢各种的这个批评及广大的深湛开观察门，哎，深湛开观察的门，然后呢透在一切所有的优越法，中药的细节、中药的片段等等各方面。 做面面观，这个才叫做广。那么这样观转开来，做了很多层面的观察，很多层的认识之后呢，就会达到深，就会达到深。这个时候，它会出现要点、呃，出现要点，出现一个不变的观念，一点没有办法夺走的一个这个观念会出现，这个叫做深，哎、呃，也就。 就是我们要从光中提取深，从很广博的展开视野，很广博的体会认识，来继承一个要点、一个法则、一种要据这样就是深的含义。而且这个深上面呢，观念也深，修行也深，心念也深，方方面面都深，那么功德自然是深的。 是这样的，需要理解。或者呢，这个广和深的内容，我们从别的啊方面可以做啊比喻来讲，啊就是说，譬如修这个善库啊、霸库这样的一个库底，比如说修这个库底啊、善库、霸库，整个轮回收生的库等等的，这些全部都叫做广。那么它的一个一个环节、一个一个药店、一个一个库出，一个一个镜像，全都是广。 把它光转开来，把它光展开来，普遍到整个所有优漏法的范畴里面，一点一滴都能够透视到。哎，这就是光，而它的身就是结归要点，知道轮回就是祸害，轮回就是落差走，轮回就是还轮，轮回就是哭的一个相续。 呃，而这些要句性的句子开始在自己心里出现之后呢，要提他的时候，从内心深处一提就出来了。呃，从深处一提就出来了。由甚是原则能够边粘在一切上面，哎，有甚是原则能够呢边粘在一切面上面面面上都能，这个可以说就是边粘，它。 所边附的环境，这个叫做广。那么再从广上去的深，所以呢就是光学这样的一个方式就进入这个深入所以呢就是光学原为这个深入，横光的去观察，就是为了深入啊，就是为了得到它的要害。或者呢，我们从一个方面来讲啊，首先就是先于进呢。 正方、年珠间等等，一段一段、一处一处，什么也什么过都非常具体的看到，而不是抽象化的认识。那么通过这样具体的开展、具体的观念，很详细的观看，出现的就是一个个很具体的认识。那么由于这些非常正式，所以马上会引起具体的一个心。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首先抓住肾的原则，了解一些呃越过的原则，其实它就是肾，啊，其实它就是肾。但是呢，一开始我们达不到肾，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没有广。当你阅读了上前野的因果经之后，就开始满满善了，也就是原则性的东西会重新历免出来。 观念会继承这样子，也就是原则性的东西啊，会从心里出来，观念会继承的。那么观念加深了以后呢，它就出了一个定界，或者说就是升起了升级性。那么升级起来以后呢，它的这个啊欲、呃、心、事缘、行为就出来了。也就是说啊，从极盛的因果观念里面会出。 很大很大的圣阶和欲心，有了欲心以后呢，就有所谓的劫，啊，所谓的劫，啊、呃，初步的十三业道会出来了，一个一个断恶的欲心、心善的欲心都会出来。那么这个欲心加强了以后呢，日常的一切的行为都为圣界掌控啊，圣界来掌控，最后他就能够切实的断恶行善，这才是真正达到了。 人田的山道上面，就像这样非常广的积累观察，非常广博的,的质量，继承一个很深很深的正界。这以后呢，完完全全能够涉足药店，修任何业果的法都是很深很深的。那么，同样处理性的这个发展也是这样。譬如这个四地当中的基地，什么是烦恼？什么是优漏业呢？它的晕心。 机子是如何呢？它的运行机子如何呢？还有这个十二元机子是怎么运转的呢？等等等等，一旦透彻了以后呢，求解脱的心就能够建立了。那么这样很广的观察基地以后，很深位的地方就能够拉得准，而且可以说拉得非常准。所有的机最后。 就归到一个无名我子上面了，这样就知道了光和肾的关系。哎，其他方面没有时间，有时间的话，一个一个都这样可以说下去。那么上面我们就从啊真面讲的，那么反面哎，低效因素或者说无效的因素，那就是三蓝、软断改、浅。 就六个字的内容，那么其中第一个散，呃，就是不能够在一个终点上努力，自己的心散东散西的，这就是散。就是说，今天刚刚学了下门，明天就听一个大乘菩提心，后天呢看一个这个空性，再后天呢放一个大圆满，再后天呢打打电话。 然后呢，就是打打电子游戏，呃，看看这个足球，等等等等。像这样就是修到，欲念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一个效果。那么像这样就是修到欲念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一个效果。那么为了克服三，就要避免一切其他的外缘，也就是要见愿，那么十见的怨当然全部要见掉。 我刚说的，大家记住啊，这个散乱的散这个非常可怕。那为了克服这个散呢，就要避免一切其他的外缘，也就是说要减怨，减少这个怨。那么其中这个之建的怨当然全部要减掉，能减的尽量减，而且呢必须减三个点，三个点，一个呢就是减电视，第二个就减电脑，第三个就减电话。 必须减的就三个点，那这样我们的心才能安，心安了才能够专注在所缘上温室修行。其次呢，佛法上的冤也一样要减，哎，其实呢，佛法上的冤也一样要减，否则、啊、都跟修法冲突的，跟修法冲突的，也就是说跟这段修法无关的书。 暂时不看，无冠的课暂时不听，无冠的话题根本不谈，一门形式专注在一个终点上，一期又一期的重点。那么，总而言之，要集中活力，持续的用功。反面来讲，自己的心一散，就没有效果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特别注意保护是。 才有一点点，就是在佛法上面，你忙东忙西，做了其他的作业后，自己的心又会马上分散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的心有个特点：如果持续在一个主题上，它就会保持热情；就是在佛法上面，换了个题目也马上不同。就是在说佛法上面也是这样子，换了一个题目也马上不同的。 前面的这个热量就删掉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心有个这样的一个特点，有这个特点，如果持续在一个主题上，它就会保持热情包括就在佛法上面，换了个题目也马上不同啊，前面的热量就已经删掉了，是这样子。所以呢，对于修法的人来说，坐上要修固定的一个所愿，不能东换西换。 那么听的时候也是呢，集中在这里面；思维的时候也是集中在这里面。下周一口里说的话也是这样的，看的书也是围绕修法的中心来看，不允许散到别的地方，否则没有效果。甚至呢，就是左上要修到一点，很快就散掉了。 而且大家也清楚，我们现在缺乏的这种这个团体当中，大家多数都是在家去世的身份，日常在这个经济里面很快就失掉了，这就更要注意保护。但是呢，很多人在这种状况下还去看什么这样那样的电视，还有这个上网啊，接受各种佛教的信息，好像整天絮絮叨叨。 谈论这些，实际上内心修法的内涵一点也没有，一点也没有。那么像这样，他的还乡极大，自己俨然是一个超级成就者、呃，可以跨在佛祖之上。那么真正检查修行内涵，的确少得很可怜啊！只不过现在人呢，狂妄自大嘛，没有自知之明，谁都不承认自己很差。实际上呢？ 应当要知道是很可怜的。那么这样散了，那不管时间、外援，还是就是各完了电视啊，还是说看着咋这个散乱状态这样忙忙碌碌，绝对没有任何这个大的效果啊出现的，是这样子。然后第二就是懒，啊，就是说依赖性强，或者说惰性强，这个“修”是懒的含义。 那框、呃、是，我给你讲讲，那然后就是怎么怎么样，只要他不是这样的。这个难的一个特征，他就是依赖性强，或者就是懒惰性强。框是，你给我讲讲，我听一听就可以了，找一点感觉就可以了，自己不做功夫，不思维，不去干，这就是一个问题，有心伤没有进步。 没有体会，没有这个达到一种真正真正正这个可以说很用功、很精心、很勤快、很轻作状态秀的那种，绝对不会出来，因为是懒，他就是一个呃惰性强的状况，或者说依赖性强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全都是靠别人依赖别人，特别特别懒惰性的一个状况。那这样怎么可能修法上有进步？啊？因为他自己啊不想干，不想下功夫。你给我讲讲吧。 你给我给我赌一赌吧，哎、呃，我找一点点感觉吧。我很累，我不想看，我不想思维，我不想做什么这样那样的啊，这个功夫。他、啊、不知道什么事都要从清苦当中来，所以呢，我们说啊，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香扑什么扑鼻香？哎，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 普遍向嘛，那么缺少了自己的主动用功，所以不会成就的，不可能凭着懒散就修成一个心啊。那么这个还要就是具体要交代，就是说难的啊、呃、情况，譬如字是停停，或者呢看书也是心情好，或者呢有感觉的时候看两页就算了。 哎，同样思维的时候呢，一开始呢比较兴奋，后来就是嫌麻烦就不思维了，或者呢就是轻描淡写讲两下，这样行吗？全都依赖别的道，全都啊全都依赖一个别的法子，然后呢时间长一点不肯这个听，这个这是啊心情好的。 有感觉的时候就听一点，看两页啊、呃，看个三页就这样。然后思维的时候呢，全都让别人思维，让别人全部说出来，自己就是认为这个很麻烦，思维多了感觉就是脑筋都痛了。然后呢就是这样子，或者这是轻描啊担心想两下，最后想怎么样，他都想想不下去了。那最后想他肯定不会想下去的。那最后想什么呢？ 那怎样怎么想得下去呢？干脆放弃就算了，不参加什么讲考讲演，不参加什么这个研讨，不参加什么这个啊、呃，大家打坐的方式来观察修，要思考那么多，观修那么多，全都是观察思维的，这些就是算了吧。最后他就全部都放下来，只想睡觉，啊，就这样子，那怎么行呢？最后想，那这样怎么想得下去呢？干脆这个放弃算了，啊，就像这样。 活在一种幻象里面，哪里会有修法的真正成就呢？吸气一旦爆发出来，哪里能克服呢？这样长年累月，就像这个冷水泡石头，一点动作也没有的。所以这个难呢、啊，难度性强，非常糟糕。这样的话呢，修这个啊菩提道一点希望都没有。 所以这个是啊，第二个懒的含义。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三个软，就是说自己的心没有坚固的一个自愿。而且大家也清楚，现在是信息时代，佛教的信心,心也是五花八门的。今天听听这个，就往这边钻，往这边跑；明天听听那个，就往那边转，往那边跑，毫无主见的。像这样，由于自己的心不断不断的变换。 被这个境界多转，所以呢，四种不可能有一个坚固的这个修法。那么第四个呢，就是短，意思就是说特别短视，希望很快很快完成，但是呢，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大家很去他的原因，他没有长远的努力，没有修法的一个热忱，完全随意，今天安排什么项目我就干什么，明天没有安排。 那很好，可以放假了，啊，想着到哪里去玩。那么像这样没有长远的规划，没有长远的一个目标，没有一个长远的心，由于缺乏持久的力量，也无法修出成果。所以短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五个呢，就是狭，也是说修法的面特别狭窄，就只看这本书这么一点点。 这是不幸的，要把修法的原则扩展到方方面面去认识，这样关联才能转，定界才能出现的。定解出来以后呢，还要在一切处运用。但是呢，现在很多人心量狭小，见识狭小，导致呢没有办法深入，没有办法深，也就很难深化了。那么最后呢，就落在第六个。 钱上面，哎、呃，善的反面落到钱上面，也就是说自己的心不善，见地不善，心慈当然不善，那么这样功德也就不善了。那么注入出来六六个方面啊，注入出来六个反面的，字，就是我们地效的原因，必须要找到这样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在哪儿出现的，它的原因是什么？ 这样的话，我们要这个可以说就是转变观念，要进进，要用光，又有长期的一种目标，还有长远的一种规划，或者是很精进、很啊勤快勤做的。然后呢，就是自己的啊这个心呢、啊，不是狭窄的，不是很欠的状态。确确实实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转轻见就，逛身状态来这个可以说修这个前行法，敢抱者比过去不一样。 过去非常低效，那么现在呢？十倍高的效率，就是依靠这六种方法来需要做，也就是六字诀啊，六字的要诀啊。取这个可以说就是学修，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明白哦，比过去不一样。现在确确实实十,十倍高效的方法就是要这样来。如果我们还落在这个可以说散啊、难啊、软啊、短啊。 下潜那就完了，那就是完全就是出不来高效啊，完全就是可以说低效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这个状态无法修成啊一个出时间的结果、啊，或者是修法非常啊效率高，非常这个可以说就是成就的这个力量啊是出不来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抓住十倍高效的方法，就在这个专精。 见灸旺盛，六字要诀上面，大家一定要清楚，尽量把这个方面的这些呢，要这个可以说就是专成这个正面的六字要诀的修法上面。这样子的话，我想这一堂课的要诀大家抓住了，明白了以后，取这个学修前行法。 肯定可以说十倍高效的方法。过去人说有可能是一万倍高效的方法，但是对今天人来讲，由于这个教育啊，由于这个环境、啊，由于这个从小啊这个受这个佛教的教育，文思修心的音乐很殊胜。然后呢，现在啊。 他追求的啊很少，然后呢，就是他道心特别足，他的因缘特别好，甚至呢，宅中这个可以说特别偏去安静的阿难说去闭关思修，那这个可以说一百倍，甚至呢一万倍高效的方法就在这些上面。但是呢，对现在的我们不能夸说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这样不讲，但是的确，我想可以说有十倍高效的方法。 就是这上面大家需要啊，可以说认识，然后呢，认识以后呢，完全这个可以说就是啊一种这个报这样的一种方法，然后运用这样的一种这个三修方便，然后再去学修，再去一个一个啊去这样修辞，那肯定啊修住。 成果，这是百分之百的，所以希望大家呢啊再接再厉的方式呢，好好这个啊学习呃精神修心啊中垫的这个呃法义啊是这样啊，今天课讲到这里啊，今天课呢就讲到这里，第四，下面我们这个可以说共同学习的三根为主，一切法界的三根通通呃如法的普贤。 大随喜的状态做这个随喜，然后呢，也是以普贤大愿音色的前提下做大的普贤啊，众、呃、回向啊、呃，希望大家啊、呃、如法的方式念修普贤行愿品。 慈父一德一切之，摧父一切过还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愿我生生于明时。 宝财妙法甘露味，是地无道功德满，速疾证德金刚持。我。